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请翻开《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觉》啊，第225页啊，中册啊，中册第225页。好，我们上次是看到哪里？病患讲完吗？啊，开始要讲哈，好好。这个是次第不次第，病患是法界者，净明云：今我病者，非真非有，众生病亦非真非有。以此自调，亦度众生，方丈脱疾，双灵并行，及其义也。我们看这边啊，病患是法界者啊，现在这里是在讲次第跟不次第啊。那么这里讲到的是不次第，那么我们在实境里面啊，从这个因路界低境到烦恼境，后来进展到这个病患境啊。那么这个病患境，如果他谈到不次第的话，就是说病患今我病者，在净明经里面提到非真非有啊，众生病亦非真非有，就说是真的有，也可以说也没有啊。所以你可以说他有生病，但也不能说，但也可以说没有病啊。那么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菩萨他在运用这个病患，也可以利益很多众生。所以这里提到以此自调，亦度众生。这个自调呢，就是看时机因缘啊，然后视现病的样子，以此来度化众生。像方丈脱疾，双灵并行。方丈脱疾，这是指这个净明经里面的维摩诘经哈，这个维摩诘居士。那么这个方丈两个字哈，在我们现在就是指一个寺庙的住持。那么这个早期呢，这个方丈他最先引用有好几个地方啊，在道家有用。那么我们这边比较讲的是维摩诘经里面的维摩诘居士住的那个房子啊。维摩诘居士的那个房子很小，他的房间很小。那么这个小的房间有多大呢？四方一丈，四方一丈，就是四面量起来都是一丈的大小。因为我们现在讲大概就是人躺下来啊，人躺下来的这个宽度再大一点啊，那么再长一点，这样子的话差不多一丈。那么这个方丈大小的地方是维摩诘这个居士的房子。那么维摩诘居士呢，有一天呢，
他自己就想，如果我生病了，那么佛陀一定会派人来看我，那派人来看我就有法可以演化出来了，就可以演说很多法义了。所以呢，他就脱疾啊，借着疾病，借着我生病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当然也知道他的心意了，就陪他演一场戏那么所以呢，这时候呢，他就请很多声闻啊，我们来看小字啊，净明自念，请急于床，世尊大慈，您不垂悯啊。那么 我现在呢，就演一场戏哈，就演了一场病，那么世尊大慈呢，一定会来看我啊。佛知其念，佛呢知道他的念头，速见机缘啊。然后呢，他看过去生每个声闻大菩萨跟他之间的缘分，然后呢就命诸声闻及诸菩萨啊，那去看他啊。那结果呢，大家都娴熟习趋，皆此不堪。什么叫娴熟习趋啊？大家都抱怨啊，抱怨什么呢？抱怨过去的委屈啊。过去呢，这些声闻们哈，经常碰到维摩诘居士啊，都被他呵斥了，还包括菩萨啊，去看维摩诘居士啊，都被他呵斥过。当然呢，维摩诘居士也不是什么呵斥了，就是用很多法义问难这些声闻啊，这些声闻都回答不出来啊。这大圣的大菩萨，这维摩诘居士是啊，这个看起来算应该也算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了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菩萨了。他只是示现居士身，在利益众生。那么这些声闻去看他，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了。啊，这个大菩萨，八地的大菩萨，一个小阿罗汉去看他，哪有办法跟他论这个法义啊？好，结果呢，都被他一问一答，一问一答，那些阿罗汉都回答不出来。好，所以娴熟习趋，大家都抱怨过去的委屈，跟佛陀抱怨了。皆辞不堪啊，都辞去了。因为佛陀说啊，某某某啊，你去看维摩诘居士，他生病了，你代替我啊，去探望他。结果他每一个都不愿意啊。时会因自闻被谈事，好，大家都讲啊，过去被维摩诘居士谈的事情，谈就是谈喝了哈。呵斥，好，然后就是法义上的问难啊。复闻文殊受命问疾，好，这时候呢，文殊菩萨，佛陀就讲文殊菩萨啊，就你就去吧，好。结果那个文殊菩萨怎么样？虽成佛子，人叹难酬啊。连这个文殊大菩萨都这么想，他说：“哇，我虽然承受了佛的旨意啊，可是仍然叹息，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大众由是清风慕德，啊，结果大众呢，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反倒觉得，哎呦，维摩诘居士这么殊胜哦，那个。”本来只是几位声闻去看过他，被呵斥过啊，现在结果给这个释迦牟尼佛哈，然后要大家去看一看维摩诘居士哈，那结果大家这个很多理由啊，然后从这些一问一答，大家之间的佛陀跟这弟子们啊，请他们去探望，这些弟子们就。也不太愿意去啊，因为都怕被维摩诘居士念。结果
释迦牟尼佛又请文殊菩萨去，文殊菩萨也叹息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任务。"从这些角度来看，就衬托出维摩诘居士的殊胜啊！大家就觉得没有去看过他的人就想去看了啊，很多人都想去看了，说："哎呦，这个居士这么不简单呢！"能够让佛陀还要特别的这么用心的，还派大菩萨去看他，那么这时候把他衬托出来，他的殊胜，所以清风穆德，这时候反倒一大堆的人都要去看了，无数千万随从往观所以这时候呢。随从就很多，无数千万就一大堆人千万人都跑去看了都跟着文殊菩萨去看那么这是讲这一段那我现在来谈那个现在来讲这个意义那么在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利用这个病的关系，让佛陀跟他演一场戏，演说了一段大圣的法义，也演说出这一段维摩诘经，很殊胜的维摩诘经，让许多人呢对佛菩萨在人世间的视线，不可思议的视线，能够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大菩萨在人世间的视线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维摩诘居士如果没有被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释迦牟尼佛之。跟是他视线这个生病的样子，然后释迦牟尼佛在这样子跟他这样互动，衬托出他的殊胜，大家也不知道有个大菩萨在这里，然后也演说不出一个维摩诘经，所以生病这件事，他也是借这个病托病，托这个疾呀，方丈托疾方丈就是。他那么小，住在那么小的地方，然后让这么多千万的人来看他，这大修行人、大菩萨跟这个大声闻，那小小的地方能够容纳那么多的人，那个这个都是维摩诘居士他化现的，他把一个小小的地方化成一个大的地方，所以不懂的人外面看。这是小地方，可是这些已经证悟的大声闻大阿罗汉跟大菩萨，他们呢在里面就不觉得他多大，他很小，不会觉得他很小，因为维摩诘即使把它化到很大很大很大，它可以容纳无量的人千万人都当然更没问题所以这个方丈托疾。它是在显示这维摩诘居士的殊胜，小地方还能容纳那么多的人去探望他，那么这里呢，顺便提到两个故事，那么这两个故事，这个我这。这里也有提到，他演说出这个。翻过来226页226页第一行，是那高座香梵普熏，令遭趣华之疾。趣华之疾，我们就讲趣华之疾好了，就是在这么样子殊胜的方丈，一个四方，每个地方都是一丈。
的这样子一个大小的小房间，容纳这么多的大菩萨大声闻。那这时候呢，诸天天人，有许多的天人就语重天花啊，那个就有一个天人哈，特别把很多的花撒在这些大菩萨跟这个大声闻身上，结果呢，这花掉下来，菩萨身上的花落下来，自然落下，掉在地上。但是声闻身上的花，啊，这个花掉到声闻身上却粘住了，这花掉不下来。那么天人撒了那么多的花，就声闻身上的花掉不下来，菩萨身上的花都一一落下，那这时候阿罗汉身上不就一大堆花？好，那个阿罗汉就在把那个花身上花要把它弹掉，用手拨掉，结果呢拨不掉啊，怎么拨都拨不掉。那他们就很讶异了，阿罗汉就讶异了，就问：哎，怎么会这样？啊？这时候呢，这天人就讲哈，说现在所撒的花，有分别心的，这花掉到身上就会着住，掉不下来；没有分别心的，这花掉在身上就会啊自然落下。所以这个花是可以测，可以测这个人有分别没分别哈。啊，这个大阿罗汉，他们分别心是很重的，而我讲这个分别心是跟贪嗔痴没关系的哈。阿罗汉早就已经去掉贪嗔痴了哈。他那么他的分别是什么呢？是分别生死涅槃，啊，这叫所知障，所知的障碍，这叫所知障，啊，这就是法执了，啊，人我执，法我执。啊，那个人无我，法无我，啊，这个法执啊，那么这个法他没有到无我，所以他还有分别。他就觉得这个，因为阿罗汉他没有办法这个看世间，他可以证空性，可是他没有办法看出不空，啊，他没有办法体会何谓不空。但是呢，他有证到空性。所以他还是有个对立，生死涅槃的对立，啊，有烦恼菩提的对立。那这就是有个分别，所以花落在他身上就粘住了，啊，掉不下来。然后所以这段话就是令造去花之机呀，啊，就是他呢就招感这个。他要把身上的花去掉的去花，啊，那这个这机的意思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啊，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里呢是提到脱病，啊，这个方丈脱疾，啊，现在呢讲这个双灵并行，双灵并行是指是佛，刚刚讲的方丈脱疾是指一个八地以上的大菩萨，这个维摩诘居士。现在讲的双灵并行是指佛，啊，佛呢就是圆满的佛啦。双灵就是娑罗双树，佛陀呢在最后要往生的时候，啊，往生前呢，他不是有一个这个纯陀的最后供养嘛，啊，纯陀的最后供养啊，那么借着这个纯陀的最后供养，也借着佛陀他觉得他生病了，他病了呢，然后准备要入涅槃了，然后在纯陀又来供养他，纯陀供养他是一个毒的蘑菇了。但是这个纯陀不知道那是毒蘑菇，他是看那个菇很好吃，啊，这他把它煮得很好吃，想要供养给佛陀，啊，结果
佛陀也知道那个是毒的，可是佛陀他也知道他自己因缘也到，所以也接受存陀的最后之供养。好，但是存陀虽然是供养在毗卢摩宫，这个存陀自己本身不知道那是毒的，他还是得到很大的功德。好，但是他不知道那是毒的了。这个毒也不会说把一个人毒死了，就是拉拉肚子而已。那但是他这个佛陀呢，他本来时间时候也到了，好，那佛陀呢双灵呢，这个并行，因为佛陀就跟他的侍者讲，我现在背痛了，我要躺下来了，那事先也大家也知道佛陀的涅槃时间也快到了，所以各方的人都跑来看佛，所以娑罗双树间呢，就挤了很多人。佛陀呢，在最后就跟大家讲涅槃经。涅槃经，涅槃经就是在这个时候讲的。所以借着并行呢，也演说了一部，这佛教史上很重要的一部经啊，《涅槃经》。那么这部《涅槃经》跟《法华经》是共列一个时。我们讲到法华时，都讲法华涅槃时，一开始不是华严时吗？五十八教嘛，华严时啦、阿含时啦、方等时、般若时，最后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是跟涅槃是合在一块的，这两个是一起讲的，所以就演说这一部。跟这个《法华经》非常这个等于是一气呵成的一部这个《涅槃经》大家有因缘可以看看《涅槃经》，《涅槃经》很重要。那么在智者大师的论著里面，《涅槃经》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智者大师的这个一生当中引用的涅槃经引用非常多，然后再来呢，也还有引用这个大般若经，还有引用大智度论，这三部经是引用最多的，然后呢，他所写的经典里面呢，就以这个法华三这个天台三大部就是法华全义有，我们在这个桃园学佛行愿现在正在讲的《法华玄义》还有我们现在这部《摩诃止观》，还有这个《法华文句》这三大部，《法华文句》就是在解释《法华经》事实上就是《法华经》的注解本，叫《法华文句》那么，另外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就是《净明经疏》。维摩诘经疏那么这个注疏也是非常重要，这是智者大师的著作也是算是玄义了，维摩诘经的玄义了。那么他最后一部著作就这部了，维摩诘经的这个净明经疏那这个呢也很值得看那么净明经疏它的。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维摩诘居士为什么它重要？因为《净明经书》它被判为方等经典那么方等经典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它是藏通别圆都讲到方等的经它是藏通别圆四个根器的对象都有。它的内涵也涵盖了藏通别圆的四个根器的人那么所以智者大师在写这个维摩诘经疏的时候，他有很大发挥的空间藏通别圆的发挥空间就非常的大他可以讲演说也那个可以谈论很多的法义。虽然这个维摩诘经书是这个杨广就是隋炀帝后来的隋炀帝要他写的可是呢却也非常重要。
也很值得看。好，我们来看翻过来。好，所以这一段呢是在讲疾病，它也可以演化出啊，演说出很多的法义，托这个病啊，能够让许多人了解到有一些法的重要。好，好，我们翻开到226页。业相为法界者，业是行因。法华云：深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微妙净法身，具相32。好，我们看这里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业相。业相为法界者，就是业相，它呢，这个业本身也是个空性的。那么业虽然是行因，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行啊，虽然是行因，但是呢，它也是个空的。啊，行因就是这个业，你会感召到这个业，就真的是会感召到这个业，啊，除非你有做很大的功德，你改变了你的命运。如果你命中有一个很强的定业，你是必须要经历过这个事情，那就会经历。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个啊，有非常多的例子，很多高僧大德都会预知自己是怎么往生的。好，那这些呢，到最后也都是按照这个方式往生的。好，那我们也常看到这个，我们不用说学佛的了。啊，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国外欧美也经常有很多预言家，好，啊，那些预言家也会预言他自己最后会怎么往生。好，那像那个苏俄，这个俄国啊，苏联哈，他也有个预言家。也是比较近代一点点的预言家，好，那他预言的都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好，连那个沙皇啊，早期的这个他们的皇这个国王啊，都非常相信的预言家。就这个预言家呢，到最后他都会说他怎么死的啊，他会被这个皇宫里面的另外一派政治势力所害死，就真的最后也就是按照他所讲的一模一样，就这么往生的。好，那么这个是，那为什么这些预言家他还能够预言自己最后怎么死的呢？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很多这样。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业，他感召就会感召到这个定业。那么这个是等于是有一个啊，有一个轨迹在走，那这个轨迹呢它不会断，你怎么方式都不会断的，所以它行就是中间是不会给你断掉的啊。你会感召到这样就是会这样，那这个时候要改变就要做大福德大功德，才有办法真正的改变到他的这个好，他的这个问题，好，改变到他的这个命运。如果改变不了，那也是没办法的。好，这就真的要有很大的愿力恒心。像这个啊，《了凡四训》里面，他要发愿3000件善事，才能够。他的命运也就真的慢慢改变了。好，他本来50几岁往生的，后来到70多岁往生。好，那这个呢都是他的这个福德，所修的福德改变了他的
命运。好，那么《法华》里面讲，身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好，是说这段是在讲龙女，小龙女成佛啊。小龙女呢，在瞬间她就能够成佛啊，龙女成佛啊。好，那么龙女成佛前呢，她就讲这段话啊，要大家能够好了解这是真的。因为很多人问她，问龙女说，哎，那个这《法华经》的功德力有那么大吗？你能够瞬间成佛吗？龙女说她可以的啊，所以就讲这段话：身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啊，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就是意思是说，她已身达罪福相，啊，那她能够以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的这个成佛之身。能够瞬间他就能成佛，这个成佛是在屈身背请间他就能够成佛，啊，在很短的时间内。那么他就在大众的面前，这小龙女 在大众的面前马上到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马上由女众生转成男众生，瞬间转成男众生，又瞬间，啊，这个视线成佛的样子，啊，那么在会场法华会上的所有大菩萨都看到，法华会上的所有大声闻都看到，啊，那么这就是有名的龙女成佛，啊，那这个他在谈这段的意思是说，业本身是空的，身达罪福相，啊，我们不是常常讲吗？这个罪性怎么本空吗？啊，这个要试着能够真忏悔，啊，就是业本身呢，它是个空性的，你才是要了解到这个。那才是真正的忏悔。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我们事项上的忏，你还是要忏。我们讲到这个罪性本空，这个忏是属理相上的忏。那事项上的忏那更重要。好，那如果没这个理相能够通达，事项一定要具备。所以我们拜大悲忏啊，拜梁皇宝忏啊，实际上的站在那里拜也是很重要，那是真的很重要，好，这是不能荒废掉的。所以事项上要做到，理项上要能够理解，这样的话罪业才能够真实的忏悔。好，所以事项上就是这个样子，你还是有真的站在那里礼拜，然后心里面真的打从诚心出来拜，好，你我们的业才有办法消，不然是消不了的。这就是事项理项这两照要具足，好，如果这两照不具足，那个缺一都不可。所以我们然后事项上的诵经也是要，啊，不是说只是在坐在那里思维空性，啊，那个事项上的诵经持咒念佛拜佛都还是很需要的。达业从缘生，不自在故空，此业能破业，若众生因以此业得度，示现诸业，以此业立业，业与不业复脱破得。
普门示现双照覆陀，故名深达，何地堪为方等师也。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从头到尾就是在讲业性本空。好，业性本空，达业从缘生，那业本身虽然是从缘生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思维空性，空性的这个力量的智慧力，仍然能够破这个业。好，如果没有众生的这个智慧，就是空的业了啊，空的业，空性。思维的这个力，就空的业，你才有办法破众生的所造的业，啊，这业都是属于假业啊，假业，就是属于，虽然我们梦里面是真的好，但是呢，它本性是空的，所以事实上是虚幻的。如果你没有用空来破，你还是没有办法破。所以必须要，你要破这个业，还是得需要空性，不然你要把它解脱，那是很难的。好，普门示现双照覆陀，故名深达。好，你真正的要深达，就是事相、理相都要能够具备。双照，好，你才有办法具备。如果你四相理相缺一，都没有办法。一个业障很重的人，好，你要他纯粹就坐在那里忏悔是不够的，因为业要真能忏，你还要靠好几个力，一个佛力啊，他是要靠三宝力，如果没有三宝力，他也是没办法。好，那么他要靠这个依止的力量，要靠自己的决断力量，要靠忏悔的力量。好，他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决断力是他要决断他自己不要再做了。好，然后呢，也要能够依着三宝的力。好，这样子的这种。然后要思维，这里再加上你要思维空性，那更能够釜底抽薪的把这个业消掉。好，好，我们来看下面，魔事为法界者，好，最后一行，魔事为法界者，好，翻过来，228页。首楞严云：魔界如佛界如，亦如无二如。实际中尚不见佛，况见有魔也？设有魔者，良药涂袭，堪任沉郁，云云。啊，那么这里呢是讲，如果我们站在比较高的格局来看，这魔啊。跟佛啊，啊，他呢是一如无二如。我们因为魔跟佛都在我们心中，不是没有在心外的，心外是没有法的。啊，佛所讲的任何法，十方诸佛也是在我们心中。那么我们的心产生万法，所以魔也是我们心所。啊，涵盖的，所以魔界如佛界如，亦如无二如。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这个去掉这个魔呢？啊，我们就要知道魔本身呢，它也是空的。啊，如果你不去认真的去思维这个空性，那魔是。有办法可以去侵扰你的，好，
像魔呢，他是借侵扰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这个有情众生这个有啊。好，那如果我们思维无我，我们的受想行识啊，像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心经里面讲的，啊，这个心经就是在讲这个啊体空观呢，好，它也是在讲心经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这个空性的理解啊。那么你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色，色就物质嘛，物质的当下呢，它就是空，啊，跟空是无二无别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色受想行识。第一个色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第二个受想行识，这个受也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啊，大家了解吗？啊，所以叫做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那么既然我们五蕴本身也是无我的，那么魔去哪里着手害你呢？没有地方着手了，哦。所以有魔来就表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看破，哦。那所以色有魔者，良药涂袭，堪任沉郁，哦。你呢要把它魔当成一个磨练，就好像药涂在席的那个脚上的鞋子啊，好，你呢要能够去衬喻，就是去能够驾驭这个魔，好，不会被它所捣乱掉了，好，魔来你就能够有这个空性的理解去面对。魔呢就无所干扰，就没有办法干扰你了，啊，魔本身呢它就自然退去了。所以这里讲色有魔者，良药涂袭，堪任沉郁。啊，当然这个是要有比较大的功夫了，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啊，但这个要经过很多磨练，磨练久了，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够去面对魔的干扰，啊，他也比较看得出来哪些人的问题是魔的干扰，啊。其实，目前我看来啊，几乎所有的事情，诵《法华经》都能够圆满，啊，如果他知见对，他也愿意忏悔。改变自己，诵《法华经》几乎是所求如意。啊，他能够，如果是生病的人，他诵《法华经》，他的病也会慢慢好的。啊，那甚至于他也能够证悟到《法华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境界。那个《法华经》里面不是有法师功德品吗？啊，你看他那里面境界多殊胜啊！啊，我每次诵《法华经》后，我都很想闭关了，啊，都不想管世间的事，就很想，哎，就这么今生哦，如果能够这样一直诵《法华经》，啊，然后能够就按《法华经》上面的这个次第啊，就是一直往上走就好了，啊，有时候常常想到不想忙的。但是呢，看到这世间人很苦，心里又觉得啊，还是要忙一下吧。好，但的确很多人还是很需要。那你如果你不忙，那他们怎么去了解《法华经》呢？现在是真正的去从《法华经》里面受益的人，应该是很多人啊。好，但是要很认真去推展的，天台的还是不多。
认真推展天台的还是不多了。那天那个前几天那个台中有个佛学院啊，他的教务长打电话给我，啊，说，法师啊，请你去台中啊，帮他们上课，啊，帮一些学生啊，佛学院，啊，学生上课。啊，我看的时间礼拜六下午，啊，我看可能没办法了，啊，因为我们经常礼拜天都有法会，啊，如果去台中一去一回来，啊，那就很累了。那在礼拜六晚上又有课啊，这个慈善金色啊也有讲课，那也不能断掉啊，所以这还是跟他婉转的去这个说谢谢他了，就没办法去了啊，还是很忙，以后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每次看到这人世间的那个这种苦，哎，真的是很难的，大家实在苦不堪言呢，啊，光是现在哈，意外跑出来管理这个塔，我们那个我接法源寺到现在，我发现最多事情就是塔了，叫骨灰塔，啊，这很意外的啊，我这不是在我心里面。会从来没有想过的，那想不到跑出这么多塔的事。但你既然负责的法源寺，那他那个塔你就要负责，这一个责任。他这个塔就看出很多，哦，太多事情了，啊，包括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啊，不是有些人就把他祖先牌位送来嘛，啊，还有一个老菩萨就说啊，师父你来拜了。我们没办法拜了，啊，小朋友也不拜了，啊，小朋友只能说他小朋友愿意就是佳节来拜一下就不错了，搞不好家那个逢年过节不一定来拜的。好像今天有一个老菩萨，他就拿了个汤圆，今天冬至嘛，好，那汤圆来拜祖先，他看不到他祖先，因为他眼睛模糊了。好，他找了老半天，啊，他说是我的祖先不见呢，我说怎么可能不见呢？我就问他是谁，啊，他就帮他，哎，真的找出来了。他说啊，老菩萨，你要记得，以后你的祖先就在这个位置了。我现在每天都忙这个，啊，但是我也忙的也是，其实也是蛮，也当成一个修行，因为人是种种，从骨灰塔。你真可以看出人性面，所有都看到了。哎，人性面呢，每一个层面都看到了。因为来来去去的人哈，哦，这个每个人会，这个，你看一个骨灰进来，背后就是一家人的事情。有时候就在我们前面吵架，吵得财产分不清了，啊，哦，吵得。哦，那真的还要告来告去了，很辛苦的。啊，你到最后你骨灰谁来拜？大家都吵成这样，要来拜也不知道拜成那个心也是拜得很奇怪了。然后有些人往生，欸，很多人来拜，可是他往生不知道他往生了，为什么往生？啊，就上次我讲的，啊，他杀生过重，可是他以为，但小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每次看他小朋友在他的妈妈的牌位前面，在那里流眼泪，他初一十五必到，因为还没一年嘛，还没对年，也嘛还没盖楼，他那个临时牌位就放在我们骨灰塔里面。我看那小孩子啊，那个。那每个小孩子都轮流来呢，哦，可见他对这个妈妈的思念，哦，真的是很大。然后还有很多陌生，这个不是属于亲戚的，属于朋友的，也都来拜他。或者你看他人缘多好，啊，哦，像今天呢，我帮他把这个老菩萨的牌位找出来，他眼睛模糊了，看不清楚了。
那我就请他坐下来喝个茶了。聊了一下呢，他说：“师父啊，我有个很大的问题嘞。”什么问题啊？他说啊，这个我这个达官啊，在这里，达给哈，被他的家人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很希望哈，他们两个能够在一块哈。但我就说，那为什么不会在一块嘞？他因为他的小孩哈，不喜欢我，他的小孩自己小孩了，他跟他小孩处不好，所以为什么处不好？这个就是问题了，我这样佛法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师傅啊，我该金牌到顶呢。”我说：“啊，你不金牌到顶，那你不就变孤独老人？” 我就跟他，我是慢慢开导他了。我说：“你卖金牌到顶啊，你为什么金牌到顶？师傅啊，我都一定要吃有机的，小孩子就不吃有机的。”我都知道自己煮了，小孩子哈很讨厌我。哎，奇怪啊！哎，这个常发生哦，你们不要看哦，我现在讲的都是，这是我们这是真的是虚幻的假的人世间的零零总总。大家遇到这个状况哦，我真的跟大家讲，你不要去执着有机啊，真的。你难道你吃有机活长命百岁吗？有机搞不好。不一定你就，你不一定活得久呢，你还不如快快乐乐的随缘度日，不要跟为了一个有机，你一定要吃到什么样子？有些人哦，他那个真的很在意他吃的，很在意他的环境，很在意他的什么，弄得跟家人处到很尖锐哦，那个对立到太强烈了。我都劝说你最好大而化之了，没有必要弄到那么尖锐的，为一个小事情啊，如果你太去在意这个小事，你往往会失去了大事，大家了解吗？你太在意这小的，你会失去很大的，大的就是一些人伦，那个伦理，那个小孩子跟你的互动，每个人都没办法靠近你了，那你怎么办？那有何意义呢？所以那时候广清老和尚。这个，那时候正好在流行有机，广济老和尚快往生前了，那时候有机已经有一阵有流行很多，所以有机这个概念，吃生菜啦，少盐少油啦，你要去买一些有机的，那个大白菜啦，有机的什么菜，那这个才比较健康啦，这种概念已经慢慢传到僧团里面来了。啊，传到僧团里面来，很多人就跑去问广清老和尚：“啊，师傅啊，我们要不要统一去买有机的蔬菜啊？不要再叫信徒，那个信徒送来，我们可不可以就不要接受了？我们全部都买有机的蔬菜。”广清老和尚就笑一笑，他就一句话：“随缘吃，随缘吃。”广清老和尚讲的，广清老和尚他是证悟的人。他就很清楚的讲你们随缘吃，没有必要去执着那个，你随缘吃，难道就不健康到哪去吗？你坚持有机，难道就活得好吗？我再讲一个这个真的是很清楚的例子啊。我们那个圆光佛学院有个坚持有机的一个法师哦，那个我、哦、那个法师。他跟我还很熟，西乡师傅很认识，他很熟。就有一天突然间，就一通电话，他的朋友打来了，他的那个其他法师打来，进来师傅啊，他往生了。我说哈，几岁啊？40几岁，40几岁。你知道他坚持有机坚持到什么程度呢？他要求那个佛学院哦，因为他毕竟戒律很高。所以他讲的话，很多人毕竟他还是能够有一个权利在，都一定要求到如何如何如何，你们吃的一定要没有什么油，没有什么盐，你跟他相处哦，你会很紧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相约出去吃饭哦，只能他说的算，你们说的，我们大家说的都没办法算的，因为他的精神一定要去哪里，
啊，因为他借贷又比较高一点，好，那、啊、我们就一定得要啊，依着他的方式一模一样，而且呢，他的说话的时候非常激动啊，这一定要这样饮食啦，不然哦，大家活不久啦，如何如何，结果呢，往生的比谁都快。那他的这种状况，其实我在旁边，因为我过来人哈。我在旁边，因为他常常找我喝茶，我常常劝他不用这样，因为我是过来人，我以前坚持有机，坚持到僧团都跑去泡面，啊，我讲过这个故事嘛，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我说你们不用这样，我就跟那个法师讲，我说你不用这样，你为了这个难道就活得久吗？啊。你往往还会失去的太多，随缘度日啊。那随缘度日，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万一是太不干净了，当然就不用了。但是也自在一点吃，好。那你注意去看看那个活得长命百岁的啊，活得很久的，难道他一定吃有机吗？不一定的，哎，不一定的，好。哎，是啊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要快快乐乐活着，跟人家和乐相处，你不要变成一个金牌到顶的人，那最后真的变成孤独老人。我今天看到那个老人家，心里很难过，哎，真的很难过。我就为，但因为我今天在准备这个课业，我没有办法跟他深谈。好，我只好跟他讲说，哎呀，我得要赶快看书了，晚上要讲课了，好，啊，下次有缘再聊吧。好，但是看这个事情我就有感而发，大家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心念，好，随缘度日，莫再造新殃，好，哎，不要再造恶，我们是靠着福报活着，不是靠你吃什么活着，好，现在吃也是太营养的。哦，现在人吃真的太营养了。好，我们来看下面，好，228页中间啊，禅为法界者，能观心性，名为上定，即首楞严，不昧不乱，入王三昧，一别三昧，细入其中。那么这里呢是在讲这个禅定的不次第。那么禅定呢，它的不次第就是在于它能观心性，那是最殊胜的上定。好，能观心性，简单的讲就是要知道这世间一切好都是虚幻空的，能够观一心三观呢，好，观空观假啊，空假中三观，能够观我们这一念心性是无自性的，诸法也是无自性的啊，要能够这样子的思维，你才能够真正的啊朝向这个啊大的涅槃，佛陀的啊生死涅槃不二的大涅槃。那所以这才是最殊胜的上定，如果只是属习法而入的定，它有限，属习法能够入的定，那是世间的有限的定，你必须要加上这个观，这个心性看破放下，你这样才有办法能够证悟到更高。所以这里首楞严不昧不乱入王三昧啊，一别三昧细入其中啊，就是这个首楞严三昧啊，它是非常殊胜的三昧，那么这个三昧呢也是一心三观相应的三昧啊，那么我们的念佛三昧啊，好，也能够涵盖，不过念佛三昧是最
它是能够涵盖首楞严三昧的。好，但是呢，首楞严三昧的殊胜，它也是在于它这里讲的。我今天强调一下啊，这里讲的首楞严不是楞严经，我们现在谈的楞严经啊，那是两部不同的经哦。好，那在智者大师那时候，楞严经还没进来。好，所以智者大师所谈的首楞严是另外一部首楞严。那么这部首楞严呢，是跟一心三观相应的第一地的这个首楞严。好，所以他讲的三昧啊，也就是好，就是已经是破无明正法身的这个三昧。好，好，我们来看下面，见为法界者，净明云。以邪相入正相，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又动修不动修，亦动亦不动修，非动非不动修三十七品，以见为门，以见为事。 好，我们来看这个见。见为法界者，这个诸见不次第。好，在净明现净明经里面讲，以邪相入正相，好，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他这里小正里面讲邪即是正，这一般人是没办法做到，一般人还是要断恶修善。好，他一开始对邪恶还是要清楚。好，但是呢，他这里讲的以邪相入正相，如果一个人的这个正念很强的话，那么邪相的境界在前面，反倒是像这个火啊，好，它会助长。如果我们正念的三昧火啊，它是需要境界来更加的啊去启发，让三昧火能够越来越好，这个正，这个属于空性的三昧之火哈，它是需要许多的世间假的假象的邪的，像魔啦啊这些来启发你，这样子能够让这个三昧的这个空性相应的三昧之火，跟空性相应的菩提心能够越加坚韧，尤其发的菩提心啊，好，一个发菩提心很稳固的人，他就更需要各种考验，魔境的考验，让他的菩提心更稳固。所以邪相入正相，于诸见不动。你这时候的正相，你的正见就更不动了，就更稳固了。所以一个发大菩提心的人，他最好不要马上闭关了，他最好还是要很多时间还是要在人世间，你这样子你才能够让自己的菩提心越加的广大，越加的这个格局越来越大，他会修得比较快。那么依这样而修三十七道品，那就更殊胜了。好，又动修不动修，亦动亦不动修，非动非不动修。这个呢，就是在讲动跟不动。好，那么这个动跟不动就是生死涅槃。好，那你都需要一个拿捏，一个尺度，它是需要拿捏的了。好，但是到最后呢，动跟不动都已经不恶了。动修不动修，亦动亦不动修，非动非不动修，最后能够体会到动静是亦如的。这时候的三十七道品，以见为门，以见为事。什么叫做以见为事呢？我们看小字，小字最后一行，
凡言事者，能随顺人，见随观转，任观所照，见即法界，无处不随。好，所以这个事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正见稳固清净，没有问题。好，那这个正见就能够随侍在你的身边，你清清楚楚的关照任何的人，遇到任何的事，你都能够以正见来对待，这叫做这个以见为事。好，就是这个见呢，就已经是能够融入到你的身心了。好，就好像一个侍者永远在身边一样的意思。好，那这个就很重要的。好，以见为门，以见为事，是差不多的意思。好，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坚固的正见之后，这个正见就随着你的这个生命，你到哪，这个正见都能够始终的在你身边。好，下面慢为法界者，还是烦恼。好，翻过来，还是烦恼耳。好，翻过来230页，光慢无慢，慢大慢，非慢非不慢，成秘密障，入大涅槃。那么这个慢呢，在这边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慢，比较指真上慢比较多。好，那么若是谈真善慢比较多，我们观慢无慢，慢大慢非不慢，成秘密障，入大涅槃。这呢就是有生死，就是烦恼即菩提的意思了。好，那这时候呢，你要观这些慢本性都是空的，何必要去增长自己的慢呢？好，这个慢是空的，像非慢啊，像这个啊，光慢无慢，慢大慢，啊，这个无慢是指空，大慢就是指假，啊，那么你要，如果我们要能够去突破自己慢的问题的话，你就要观这本性是空，好，那观无慢也要观大慢，这时候你就不会被慢所转，好，就成秘密障，入大涅槃。这时候你能够善转这个慢心，而能够知道，哦，原来它也是我们佛性的一部分。好，那依此你就能够真正的进步，突破了你真上慢的问题。所以真上慢有很多问题，你还是得要在哪里呢？要在空性上修。一个人会有真上慢，表示他已经修到某一种程度了，他已经有一种慧根在了，那么他的觉照也比较快，已经修到这个光，如果要修到这个好，修到这个层次的哈，慢二圣菩萨境，最后三个哈，这已经是算蛮高的人了。所以他在略加的觉照，他就很快的突破。好，我们来看下面。恶圣为法界者，若但见于空，不见不空，云云，智者见空，即与不空。觉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闻以地思维，得尽无上道。好，就是修到这个层次就更高了，到恶圣。但是恶圣很怕什么呢？很怕他
沉溺于空。所以若见但见于空，如果你不见不空的话，那就很辛苦。好，那你就是因为你见没有办法见到不空，不空就是假嘛，好，就是从空入假，要行菩萨道。好，你要知道这个虚幻假的众生，好，虚幻假的这个生死轮回的，好，这里面的苦难的零零种种，这就是不空。如果你但见空又没有办法见到不空，那你就没办法发愿去利益众生。智者见空即不空，那更高的智慧的他就见到空啊，也见到不空。好，底下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什么叫绝了声闻法？很多人会误会这段话哦。这段话的意思不是我决定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不是这个意思哦。他这个意思是说，我已经非常清楚的了觉了，决定知道了，了解了，原来声闻法不是究竟之法，我后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这是《法华经》让我了解的，原来《法华经》让我怎么样绝了声闻法，清楚了声闻法不是究竟之法，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大家不要对这个意思以为好像声闻法是诸经之王，不是这个意思哦。好，这正好倒过来。好，闻以地思维得尽无上道。如果你听闻了这个道理，仔细的思维，你就能够尽无上道了，就是成佛道。好，所以法华成佛是真实的。好，我楞严开悟，法华成佛，好，这是真实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好，大众请合掌。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